南投终于有机会有全民运动馆了。在馆长柯淑华积极推动之下，27号举办全民运动馆，会当进行评估以及规划公听会，针对会中各民意代表以及民众的意见来做整理。在未来规划方面，将会符合大众的需求。南投县政府27号举办全民运动馆，因进行评估以及事前规划公听会。目前初步规划在区议会地址，面积大约1900多平，希望打造全年龄拢会当使用，并且注重优先运动的几点。友善运动的 idea 是指什么？就是指说，妈妈如果可以的话，能够午后不吃优的来这做瑜伽。讲很清楚的意思是这样。换而言之，瑜伽室旁边有一个规划一个简单的儿童的游戏室，这样妈妈就可以一边做瑜伽一边给你看到，就是所说的友善运动的概念哦。你除了希望打造完善的优先运动基点以外，对于空间的使用，民意代表以及民众也提供不少意见，也希望因纳入新形态运动项目设施。在场馆之外也有相关的规划，包含了像我们现在小朋友他们在学步车，甚至有一个全国性的比赛。其实户外的空间怎么样来做未来的运用，未必只是说我当下的运动空间，就像刚刚我们有医师大哥有提到，就是说或许未来在外界的这个部分，我相信只要有需求，那厂商未来的营运团队也会愿意支持。比较少提到的是说，我们这个场馆里面可能没有看到的是比较多元或新形态的这个运动项目。我想所谓球类是蛮基本的，但是刚刚我们民众提到的这个竞技的东西，或者是像我自己选举的时候有提到，有一些小朋友可能现在他们在尝试的是，比如说滑板，或者是说更特殊性的这种新形态的运动。南投市的全民运动馆希望提升全民运动风气，副馆长王水鼎也表示，希望收集各界意见作为后续推动的参考。南投市长赵佳提也讲，国民运动中心是全民共同期待，希望会早日实现。公听会的目的当然是要广为收集我们在地民意代表以及居民的意见，来作为我们后续持续推动的参考。希望它是一个能够让我们南投县民更健康，而且我们有一个休闲消费的地方，那把这个地点做一个非常充分而有效率的利用，在体育运动的个人的健康啊，能够促进，那也能够在生活上增添了很多我们多元的生活。那我想这个国民运动中心是长期以来所有我们南投市民共同的期待。过去不管是打桌球、打羽毛球，或者是期望有室内篮球场、排球场的好朋友，都非常期待我们南投市有这样子的一个国民运动中心。那接下来，我相信透过这样子一个前期规划的公听会，让我们的民众在地的里长代表或者我们的议员表达出大家的心声，把大家共同的想法一起规划在这里面。那我们大家都非常期待这个国民运动中心尽早落成。全民运动馆会进行评估以及事前规划作业，除了在南投市举办公听会以外，5月5号下晡2点将在草屯地公所5楼举办第2场的公听会，欢迎民众踊跃参与，提供意见。记者刘伟林采访报道。